周思齐前一次的打击是个三垒侧边的接完飞球刀接杀，不过这个球三垒球是皮球过来了，接上弯道再传一垒，哎呦塞，没问题了，没问题。嚯嚯，周思齐还是有速度的啦。滚地球，一垒之间的穿越安打出现了，现在周思齐停在二垒垒包这里，张昭的安打。出生球，有出生球，有削到，削到衣服了。嗯，我这个投手的一个状况变化太大了哈。出现这个控球上的一些问题啊。是。碰一下内野的反弹球，内手接到传给游击手，再往一垒送，不过靠着速度，王威成还是站上一垒垒包，并没有形成双杀。那三垒上的跑者回来，让中义兄弟。在四局的下半先得了这一分进来，这个球在中线位置传了出去，形成安打，三垒上的跑者要轻松的回来。岳东华今天二支二，外带一分打点。所以啊，这个距离太远了，应该是把它压破啊。我就在这个时候，哎，怎么是传给王胜伟？应该是的确传给王胜伟，没有错，当然。跑者毕竟你这个距离越近的时候，你要尤其是王胜伟这边就慢慢往后退哦，把那个空间还是要拉大，你才有做一个 take 的一个机会。这表示这个夹杀的动作并没有做得很确实。有没有看到岳东华这个时候整个人已经超越他了？是。